一个人选择好吃好饭，你今天好吃跟饱的，你怎么冲凉了？你跟我讲呢？小虎对耳好灵，所以可以知道佢嘅集中力都好高噶。张长毛就唔玩嘅，独立嘅。哦，你有冇翻嚟呢？我三姐一齐，真系唔打够啦。跟住系咪瞓晏觉啦？辛苦晒啦！翻嚟瞓觉。无论咩动物，人都系视乎你沟通唔沟通到。但有阵时喺海底，如果你遇上嗰条沙尾，你同佢沟通到嗰种人系可以有个 relationship 嘅。佢哋嘅小猫猫，你同佢嘅关系你会点样形容咧？点解帮到你对住佢哋咧？你搵唔嚟噶嘛？我真系好遇到啲人。嗰样嘢系一个好好嘅能力嘅。